我哋要反省天主對人類嘅慈悲同情，尤其是今年都係慈悲紀念，我哋時不時會俾呢啲聖經提醒天主，天主係幾公義，亦有慈悲嘅。因為神主使太陽上升，光照仆人，都光照誠意善人，降雨俾義人，都俾不義的人。雖然我哋嘅行為會有錯誤，但是天主对人的爱从来都是信实的，是由始至终都不会改变的。今天的读经后面我们知有三无神迹，让我简单不要地讲出。第一，如果无天主的帮助和祂的爱，人不会得到好人。第二，天主从来都不会为了人败坏的行为而惩罚人。第三，只要是我们愿意和祂合作，天主就会拯救我们。虽然我们不应该为义，如果我们犯了罪，天主不再爱我，或者我们虽然有恶法，都不是表示我们爱他，那天主就会不会继续爱我们？其实只会是我们不再爱天主，是我们破坏和祂的关系。天主是肯定不会停止爱我们。在今天的福音中，有些人到耶稣面前跟祂讲，有一些流民士兵在圣殿杀害假念的那人，耶稣问翻他们，啲人死系咪因为他们的罪，定系天主惩罚他们等等？我哋好容易喺有啲意外，一啲天灾人祸、民生事，会觉得是天主惩罚我们，或者有些人会问，为什么一个爱人的天主会被这些事发生呢？我们时时都听到一些自杀式炸弹袭击、战争，以及都看到有些撞击等等，是更加危险呢？而这些因为天灾人祸被炸或者台风，令很多人丧失生命或者无家可归，那就可以说是天主的惩罚呢？其实人生每个机遇都可以是天主爱的表记，如果我们的身心灵能被天主的祝福所洗刷，这些被
時餘的恩寵主要是為了人老得之後可以同人分享，這樣我們會成為天主恩慈其他人祂的愛和寬容的渠道。就如果我們被災難、疾病痛苦或者失敗所擊倒的時候，這些就是帶出一個訊息，要我是去尋找哪裡有天主的臨在。透過這些痛苦的經驗，我們可能成長，同埋更接近天主以及其他人。正如當我們有病嗰陣時，我們會感覺到身邊的親戚朋友對自己的同情關心。反而當人擁有好富足物資的時候，財富可以帶給我們自私、個人主義和忽視他人的需要。今天的讀經提醒我們仔細檢視自己的生活，我們是否好像今天福音裡面說的樹幹，是生活緊但是沒有結出果實。月頂跟主人說為他多一年照顧，如果還沒有結果就會被針開。我們應該妥善利用這段蛇盡期，好像把握這個機會，將我們可恕灌溉的糖先飛想辦法怎樣令到有好的果實。為機是我們每個基督徒是被照顧、照叫、叫繼續成長，成為一個真正有愛心的人，愛天主和愛身邊所有的人。一方面我們講天主的愛是無限的，但是是當我們真正有愛心和關愛的關愛人，懂得以言以行去愛天主和愛他人的時候，這些天主無限的愛就是我們生命愛圓滿地完成。我們不用害怕天主，祂從來都不會懲罰我們，我們的社會和世界，但我們可以選擇更加接近祂，經到祂的愛怎樣接觸到我們，同時要打開我們心接受他的愛，又或者選擇好像浪子咁行自己的路，同天主分開，專愛過流落的生活。點樣選擇係由得我哋自己，天主保佑。